感谢封间的50颗星星，忘记来挂台啊，又没设闹钟吼。是谁在偷咬我？应该这边打才对，这边平地，我这样放就好了。没跳通知，好吧。断刃，打到好多好东西哦，卖掉。看谁咬我？哎、欸，这是我这张地图第一个血月，我满月的，怎么吸不起来？怎么吸不起来？哦，满了哦。又死掉啦！哎，小，我在喝水，我的天！傻眼。
埋怨很久，就大概十分钟吧。应该说刚刚那是日食吧？等一下哦、喔，现在才满月啦，所以刚刚那个类似日食，刚那是日食，我还要死在哪里？好，没事，要带你们去看安全的挂法了，设置。保存退出，成就单人。这个是我玩泰拉瑞亚的第一张地图，不，应该说第二张地图。第一张地图是跟纳吉玩，可那时候就是纳吉都帮我们打怪，有的没的，所以很多都没有体验到了。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是重玩的地图。对吧？上不去，反正就是怪物会从上面自动掉下来，下面有设一个传送器，然后是给怪物踩的，怪物踩到就会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在这边刷道具。欸，没有啊，刚刚那些也都是。好，十点半要关。好。反正就是挂这种东西。然后你们知道麦块不盖家对不对？像这栋建筑物也不是我盖的，是兔崽子盖的。他们就是盖的，你看，就是泰拉瑞亚有很多方块都是建材，只要有新的建材，他就拿来盖家，然后就每一层都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子，像是。这样子很惨的是，因为我们打 BOSS 啊，像刚刚那些事件，你这边房间一大堆，就是我们不好行动，然后导致说我们会死在家里面。你看，而且我下来又下来很久，你看每一层都踩，很卡，所以我不喜欢盖家也是因为这原因。你看。因为会不断改，所以不盖。盖什么？不是啦，是，你看我要去一楼嘛，我要从这样慢慢踩下去，慢慢踩下去，慢慢踩下去，这样很不方便。而且如果今天你爆一个王，因为王会穿地图，你看我在跑的过程中一直撞到这个，撞到这个，然后你看又撞到这个，在跑的过程中很不方便。而且你看，我要出去的话，我要回到一楼，我才能走出来。在这过程中，不知道被王打死几次了。所以我不喜欢盖家，应该盖就是要盖那种方便流通、好跑的那种。那我记得这张地图，看一下哦、喔，让我再回想一下，是这张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因为玩太多地图了，现在有点混乱，不知道哪张是哪一张。看一下、喔，好、哦，这张，然后这个开关打开，这个是，你就站在这边，东西会慢慢吸上来给你。
有没有？你看这东西慢慢吸上来了，有没有很方便啊？麦块哦，麦块是因为你所谓的家，就是进出很不方便啊。像比如说，你家主要也是放箱子嘛，那你箱子里面。 你看，你今天要放东西，你进去家里面放个箱子，然后又出来，那你几乎都是在外面工作，也不会常常在家里面工作。啊，你今天可能就只是要用个工作台开个箱子，你又要开那个门，然后再绕一圈，然后走在工作台、工作台旁边或是哪里旁边，然后又再这样绕一个半圈走出来，那干脆把房子全部敲掉，留那个箱子工作台弄入那些就够了。 根本就不需要盖到家，很不方便啊！你看，你要再开个门，然后有可能你装饰还有个栅栏，有没有？还有个栅栏什么的，然后走楼梯啊，楼梯如果没有上好就摔下来什么的。 这个真的是我那时候绞尽脑汁研究最久的一个设施，就是下面，你看下面其实长这样子。好了。 商店，卖掉。哎呦！然后这张的地狱我忘记是干嘛的，在哪里？没印象了。 像新大陆那个仓库就是特别大，所以我之后就是盖东西用什么东西都在那里。我这一张我觉得最莫名其妙了，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打到超多兔子了，这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狂生一堆兔子，你看，很超危险的。 然后兔子就这样死掉，很奇怪哦。然后我就只是挂个，莫名其妙就死了50几只兔子。你看又生了，这边超危险的哎。 你看又生了，然后上来挂一下子，1、2、3，然后又生了。你看哦，没有，主要杀兔子的都是那个召唤物在杀兔子的。 那这边是点点的农场啊，这个是挂钱用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回国玩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们讲说有看到花岗岩巨人跟史莱姆雕像，都给我带回来就对了，因为花岗岩巨人召唤出来的花岗岩，来介绍给你们看。 我先把这关掉。噔噔咚，噔噔噔。然后解释一下哦，就是你们用，因为要做这个机器，首先你要先把那个地牢的骷髅王打掉，才能做红石。有红石之后嘞，这些雕像被激活。
有些雕像有用，有些雕像没用啊。像这个雕像就有用，你看哦，那时候不是都会盖什么海边的赚钱机器吗？那之后就不盖了，因为一个夜视头盔2金，你那个海边机器挂那么久还不一定有这么多钱。那至于史莱姆的话，反正就是你前期跟你讲，你前期这个东西2只就够了，2个雕像，你用红石去激活它，只要25个夜视头盔，你就1薄币了。所以这个很容易让游戏速度。就是加快很多。你看很多东西，子弹啊、箭矢都是因为缺钱买不起嘛。那你现在这边有一个夜视头盔2金，然后这边大概只要挂个10分钟吧，你去卖掉，身上就快1薄币了。所以那时候跟他们玩的时候，一堆人喜欢在那边挂网，这边吸钱。你看，这样就4金了。前期那些金币都只能靠打王或是一直慢慢累积起来。那至于史莱姆粘液嘞，是这些蓝色平台，就是我用史莱姆方块做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就很可爱，所以我就在挂史莱姆粘液。所以你看我身上建材，史莱姆方块，我都会带着。那在它会，它还有1/7的机会会有一个史莱姆法杖，对，就是刷钱的啦，讲明白就是刷钱的。那至于这个是我打那个越王用的平台，这个是打越王用的，就是激活之后这个会掉爱心。那就是去残血的时候去吃一颗，去吃这样子。可是它就是好像几分30秒会残一颗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早期是叠尸过的，啊，后期会打的时候就一个人在那边打。那这个是自动门啊，这是我弄的自动门。那这边都是仓库，看我盖这个应该有意义啊！等一下我想一下，我盖在干嘛的？哦，挂在这里的吧？对对对，这里。我当时还没有搞懂这游戏怎么玩，所以那时候都在乱盖，然后一样也是掏空这里，就发现不是，这游戏生怪压制的方法就是，要么你填满方块，要么就是你在方块上面倒岩浆，就倒岩浆是最快的方法。这是第二次回锅玩，所以那时候还不懂。然后最烦的就是这个法师，他会穿墙打，所以每次挂一挂都挂到死掉。好啦，卡瑞亚就介绍到这边吧。所以这些都是回忆的地图，所以都很舍不得删掉或重来。
哦，之前地图有遗失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存到档，因为这边可以加那个存云端什么的。那这两个没存，是因为我这两个反正只是挂网用的，我就没有查。那这29跟行手都是跟别人一起玩，所以会存云端啊。好啦，先到这边啦。哦，好累哦，今天开到4点好了。再来，你们要看什么 ？Star 棒的话 ，Star 棒改天吧。抱歉。昨天玩的那款游戏在哪里啊？跑哪去了？这个找到了。感觉长知识了，或是你看你哪天如果跟兔窝的有要玩的话，我再进去，我再偶尔进去教你怎么玩，这样会比较快。不然，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玩麦块或是玩泰亚瑞亚，都是走那种机关风格的比较多。同时机关风格的，那就是机关型玩家。至于打怪什么的，就觉得还好。我们现在喜欢盖机关。晚点去看秋风的影片好了，我记得他有拍那个解那个，靠，这游戏怎么玩？直接开场问这游戏怎么玩啊？每个高等或同等级一级基础加，还不止左键右键，还要按 Shift 的跟空白键呐。还有 Shift 跟空白键要按 B 手，是。没有玩的游戏种类太多，就会变这样哦。是。
算了，等下再换回麦块有没有？